2月2日晚网络视听年度盛宴备受关注，早前网上也曝光了不少明星的活动造型，盛宴还没开始就赚足了眼球。此次活动请到的明星基本都自带流量热度，众多明星争奇斗艳，是一场真正的视觉盛宴，除了走红毯还有节目表演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明星的红毯造型如何，有没有惊艳到你。一、蔡徐坤出道至今堪称顶流，虽饱受争议，但不得不承认蔡徐坤的受欢迎度确实非常高。红毯造型是一身帅气的黑西服，整个人看起来充满着成熟男性的魅力。舞台造型是黑色皮衣、休闲裤以及黑色皮鞋，一身黑造型搭配大背头，看上去非常的摇滚帅气，还充满了少年感，丝毫不油腻。舞台上的表演也是尽心尽力，非常投入，带动了现场的气氛。蔡徐坤近几年的努力有目共睹，在音乐上的造诣越来越高了，这一次表现不仅没有让观众失望，更是让粉丝为之狂欢。二、张小斐，今年春晚，她的造型就非常吸人眼球，黑色的大衣和亮片眼影，春晚还没播完，就在网上讨论的火热。此次视觉盛典，张小斐身穿黑色星光亮闪大裙白礼服，闪闪发光的礼服搭配一丝不乱的丸子头，看起来少女满满又不失典雅温柔。这一身装扮让她看起来非常白皙，站在舞台上散发着光芒。三、杨洋，一身黑色帅气的西服属于比较普通的款式，但穿在杨洋身上有一种霸道总裁的感觉，好身材就算款式普通的衣服，也能衬托得非常不一样，穿出自己的特色。手拿台球杆拍摄的照片，就像是漫画中走出来的男主角。棱角分明的五官，怪不得能够让粉丝为他疯狂尖叫。四、王嘉尔，舞台上王嘉尔身穿深卡其色西服搭配黑色内衬，加上他的烟嗓，舞台上唱歌的样子既帅气又温柔。相比于春晚造型的红色西服，这次的卡其色西服造型更凸显贵气，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感觉，甚至有不少网友表示，谁能抵挡得住王嘉尔的魅力。五、肖战，虽然在红毯环节并没有看到肖战，但是从肖战工作室发出的视听盛典的造型照片中，他身穿黑色西服，镶嵌了银色的包边，搭配白色的大领衬衫，看上去有些慵懒，但性感十足。相比于杨洋给人一种刚正的帅气，肖战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魅惑，让人无法抵挡。轮廓分明的精致五官，不得不感慨，肖战真的很帅。六、迪丽热巴，此次热巴身穿银色晚礼服，包臀收腰的设计，搭配露肩造型，将好身材完全的凸显出来。跟杨洋同台，让人想到了你是我的荣耀，两人同台更是让粉丝激动不已。两人的高颜值，实在是太养眼了。热巴相比于原来的大波浪发型，此次是丸子头，性感的同时还充满了一丝可爱满满的少女感。